每家每户门口都有盆景。溪水潺潺，Range Rover, Range Rover, 路虎 Porsche, Dog.龙井村龙井茶啊，现在我们看满山的茶树，茶山茶山 Tea Mountain，接下来这里走完是，就是这种路面的，叫九溪十八涧。九溪十八涧有九个弯，十八涧，水涧的涧，就这种比较非常有感觉的路面。茶树。
小朋友们玩水的地方开始了。九溪十八涧是杭州比较一个著名的景点，这个这样的就是说要那个慢慢走过去的，从上面踩着大石头过去的，有九兔，看到他，看到他，等一下，八宝，快点去看到他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他，你去看了呀？你出来，你星期天你就看，我看到我只有结果，对他反馈的数据，你在后面动我的报，当然会看到他的了。你不准吗？那你一个他一个知道自己的频率不够吗？那你知道我知道原因，他在不承认呀。小心，今天的水跳得大，比我们上次来的水要大的。不这样，多点点。那不管，我们只管结果。走，先牵老他，牵老他手，人家打滑的。你又要动我的包，后面动包又让我牵老师，你倒是。昨天弄了三个，还有一个，三个两个就是刚新的，新的放上去的，还有两个是，还有。不要牵弄到人家，不要冲到人家。水可以踩，你袜子，你有袜子。有袜子的不行。你要把袜子脱掉要不？不要。要不脱袜子，要不要下水。水质都没打开，你让我快个毛啊！怎么办？要下水脱袜子。这个水很冰。好，你吸一点水吧。我来拉着你呀，我就淌水了。你别淌水，也没问题的。就直接这样过吧，走，欢迎过去。让爸爸淌水。不危险。今天水特别冷。够得着吗？站住！妈妈帮你。你过吧。对。我可拉着你呢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哦哦哦！哦！谢谢。嘿嘿，快点，我们去看热闹了，嘿嘿。呀呀！好，我们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滑。我进干嘛？我今天晚上去游泳。今天晚上我去游泳，走吧。继续往前走，龙井山，龙井茶，龙井村。九溪猪头，佛石云溪，七百丈堂。九溪烟树，哎，九溪烟树确实很漂亮。当九溪走完的时候，九溪烟树呢特别漂亮。
Nine Creeks, the second creek， 是吧？九溪 Creek， 第二处。为什么能会在这里玩水呢？这里不怎么好，前面有一个地方那个石头特别好，那踩的大石。那那我抱着你吧。好，走得慢一点好了。夏天更美一点，上次我们好像树木还没那么茂盛。那你说，哇，这汽车声音可真响，咚咚咚咚咚，就是像打鼓一样的。泉水叮咚，更是，更应该是咚咚咚咚咚。妈妈，后面有猫头鹰洞。哎呀，猫头鹰洞。